欢迎来到硬核王探长频道，感谢您的订阅和点赞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今天分享民间故事。民间故事：男子灌醉朋友，对朋友七行不轨。朋友七，你的肉好吃吗？汉朝时期，宜春郡有个叫月下愁的年轻人，他年方二十，好吃懒惰。 整日不务正业，家里入不敷出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月下愁为了填饱肚子，经常去亲戚朋友家蹭饭。他每次在亲戚家吃饱喝足后，还会厚颜无耻的拿走许多吃的喝的。亲戚朋友因此对月下愁十分厌烦，他们将月下愁拒之门外，再也不管他的死活。月下愁有个朋友叫秦叶伯。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关系非常要好的兄弟。秦叶伯知道月下愁生活困难，经常喊月下愁来自己家中吃饭，还常劝月下愁不要继续虚度光阴，趁着年轻找个正经营生。秦叶伯好心好意为月下愁着想，月下愁却没将秦叶伯的话放在心上，他甚至打起秦叶伯妻子的主意。 总是想着对秦叶博的妻子行不轨。秦叶博的妻子名叫玉容，她性格温柔，生得花容月貌。月下愁看见玉容的第一眼，便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。月下愁没想到秦叶博会娶到如此美丽的女子，心中十分嫉妒。他认为秦叶博根本不如自己，玉容和秦叶博在一起。 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为了将玉荣变成自己的人，月下愁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坏主意。这日傍晚，月下愁故意在秦叶伯家门前闲逛。秦叶伯看见月下愁，热情地将月下愁请到家里吃饭。两人同桌吃饭的时候，秦叶伯再次劝月下愁好好干活，努力赚钱。 月下愁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反驳秦叶博，反而笑着对秦叶博说道：“好兄弟，你的话我记住了，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干活赚钱，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”秦叶博听到月下愁的话，以为月下愁想开了，他很为月下愁感到高兴，立刻举起酒杯与月下愁共饮。 月下愁以感谢秦叶博这些年对自己的帮助为由，不停劝秦叶博饮酒。秦叶博的酒量并不好，他很快就被月下愁灌醉，趴在桌上不省人事。秦叶博喝醉以后，月下愁便闯进玉蓉的房间，想要对玉蓉行不轨之事。玉蓉看着忽然闯进屋的月下愁，面上却没有丝毫惊慌，他冷声质问月下愁。 我家夫君将你视为手足兄弟，这些年他一直帮衬你，你却觊觎他的妻子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月下愁嘿嘿一笑，厚颜无耻的说道：“良心是什么东西？能吃还是能卖钱？秦叶博只知道说教我，让我烦不胜烦。若不是为了来这里多看你一眼，我才不会听他说教呢。” 现在秦叶博已经被我灌醉，根本不会有人来救你，你就从了我吧。月下愁说完这句话，便张开双臂扑向玉容。玉容迅速躲开月下愁。此时此刻，玉容面上仍没有丝毫惊,惊慌，她甚至冲月下愁扬起嘴角，露出一抹明艳动人的笑。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屋内只点了两盏油灯。 光线有些昏暗，月下愁见玉容对自己露出笑容，只以为玉容也想和自己在一起。他想走上前靠近玉容，不料玉容直勾勾的盯着月下愁，说出来的话字字如冰：“月下愁，你的肉好吃吗？”月下愁还没想明白玉容这句话的意思，只见玉容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条比柱子还要粗的青色大蟒蛇。 他游到月下愁身边，紧紧缠住了月下愁。月下愁亲眼看到玉容变成大蟒蛇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他这才知道玉容是一条蛇妖。月下愁害怕玉容伤害自己，慌忙向玉容求情，希望他能放过自己，并表示自己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玉容却冷笑着对月下愁说：“你明知道这件事是错的。” 但你偏偏这么做了。既然做了错事，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月下愁，我已经许久没有吃过人了，也不知你的肉好不好吃。或许我咬一口就知道了。玉荣说完这句话，就冲着月下愁张开了血盆大口。月下愁看到这一幕，吓得双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玉荣见月下愁晕倒了。 直接松开月下愁，随后他变成人的模样，狠狠踢了月下愁两脚，鄙夷的看着月下愁说道：“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胆子，不过是个纸糊的老虎，你被我几句话吓成这样，还真是个胆小鬼。”玉荣说完这句话，又啐了月下愁一口，随后他施法将月下愁丢去了乱葬岗。 玉荣做完这一切后，直接走到饭厅，施法为秦叶伯醒酒。秦叶伯很快醒了过来。秦叶伯醒来以后，玉荣将月下愁的所作所为告诉秦叶伯，然后皱眉对秦叶伯说道：“夫君，三年前我就提醒过你，月下愁不是一个好人，让你趁早远离他。你却念着与他多年的兄弟情谊，不舍得远离他。” 今日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也有一定的责任。幸好我是一条蛇妖，有法力傍身，才能躲过这一劫。否则，你就算后悔也晚了。秦叶博听了玉荣的话，不由想起自己刚和玉荣相识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只有十八岁，还是个穷小伙，美丽的玉容却找到他，主动提出要嫁给他。 秦叶博问起玉容嫁给自己的原因，玉容含泪看着他说道：“你七岁时曾救过一条受伤的小蛇，我就是那条蛇。我虽然是一条蛇妖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害过人。我努力修炼成人形，就是为了找你报恩。恩人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。”秦叶博知道玉容对自己真心实意。 便和玉荣结为夫妻，并替玉荣瞒下蛇妖的身份，两人和和美美的过起日子。秦叶伯和玉荣刚成婚没多久，月下愁便来秦叶伯家里蹭饭。当时玉荣就看出月下愁不是一个好人，提醒秦叶坡远离月下愁。秦叶坡却没将玉荣的话放在心上，这才引狼入室，差点害了玉荣。秦叶伯想到这里。 更加后悔自己识人不明，他不停向玉荣道歉，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与月下愁往来，总算哄得玉荣眉开眼笑。次日一早，月下愁从乱葬岗醒来就疯了，他看见谁就说谁是蛇妖，还不停的说蛇妖要吃自己。他这样疯疯癫癫的过了几年，最终在一个雪夜冻死街头。后来。 秦叶伯和玉荣再也没有提起过月下愁，夫妻俩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他们恩爱和睦，生儿育女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